提供另外一个角度。我一直认为，其实一个人能不能成功跟他在哪个城市没关系，就是当你有一颗想成功的心的时候，你在哪儿你都能成。人生总有几个坎儿要选择，在人生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干净利索。对他来说，他的生活已经憧憬完了，他现在要的是结婚，要的是在一起，是吧？对，要的是小日子，要的是很快可能还要抱一个娃，对吧？对。女生，要不要回去？要不要还跟他？果断一点。行，看选择吧。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。娜娜，咱们相爱两年多了，哎，这么久，我实在是放不下你。你说我的好多毛病，好多问题，我其实可以改，但是我的心里面就是放不下这个坎儿。我不知道以后会怎样，但是我今天真的是想来和你再继续走下去，我想试试追随你的脚步，试一下。我真的不想放弃。我真的不想放弃这段感情，你还能回来吗？其实这些东西你之前也都有说过，我们在一次一次争吵当中，你也有说过你会改，你会改变，但是到现在为止一成不变。行了，请亮灯吧。谢谢两位，希望最后选择的时候坦诚一些。来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爱奇艺、乐视视频、PPTV 聚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来，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。哎，挺好，嗯，我倒觉得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结局，因为这个结局，对于男生和女生来说，都算是一个体面的句号，祝他们都能要到他们想要的生活。